我的主机要走了，各位。你在请神主排位是不是？真的很像。这台主机太贵重了。少女嫣儿，刚刚看完我新电脑的特写镜头，是不是跟我一样既可爱又炫泡呢？我来带大家看看组装的过程吧。首先，这次的电脑虽然一样是搭载水冷系统，但毛毛特别帮我定做了一片水道板。水道板在这台电脑上取代原本水箱的功能，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变得更时尚了呢？而水道板上的印刷是请专业的绘师画完之后再买断使用 UV 印刷印上去的，所以这台电脑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咯。而在管线的部分，毛毛为了让 CPU 水冷头的灯光不被挡住，将管线隐藏到了显卡的后方，这样的技术真的是太强了。不止这样，师傅还特别帮我定制粉白相间的电源线和排线，跟我白色的机壳还有樱花的图案真是太搭了。而在组装的过程中，来往的客人都忍不住看了好几眼，你看这位小哥哥看得可入迷了呢。而在水冷电脑组装的过程中，我最喜欢的步骤就是倒入水冷液，看到白色的液体挂满我的电脑，然后看着水冷液在马达启动时在管线里穿梭，就算只是在旁边看着，也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。不透明的水冷液搭配 RGB 的炫彩灯光，让整台电脑都奢华了起来。如果你也有打算组一台属于自己的水冷电脑，欢迎私讯我的粉专了解更多，跟着嫣儿一起掉进水冷主机这个大坑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是想要一般的电脑主机，也是可以询问我的哟。请在脸书搜寻我的粉丝团嫣儿 ALBEE， 我将为你解答哦。这次的主机开箱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